Surprise, motherfucker. Nope. Surprise, motherfucker!好，那大家刚刚看完我的自走炮的 RNG， 应该是希望各位是心情愉悦的。我是为了让大家，就是让回馈，是叫500订阅的回馈影片，订阅人数500了，所以我还蛮感谢大家的。所以当然要给大家好心情，所以就给大家看了第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做，我花了那个。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先把它用 Movie Maker 把它剪好多次剪出来之后，我再把它丢到威力导演的试用版里面去剪。好，那我们来就废话不多说，来进行我们的下一个流程。大家看完了那个自走炮之后，我答应说要回答观众问题嘛。对，这篇文章有的人有看到，有的人没看到啊，就是
但是留言的人数已经够了。好，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我记得第一个问题，最想拿到的十节车是哪辆？以目前来说是蜀式坦克啦，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玩 VK-450A， 就是因为那也是坑车，为什么要玩它？因为我要拿到 VK-450A B 再拿到蜀式，我为了蜀式我只能经过那条线。请问大学毕业后还会拍实况吗？基本上我现在是大学生，我现在拍实况有的时候都快没时间了，所以这个都只能说不一定。因为大学毕业之后要干嘛？有可能去读硕士啊，硕士就比较忙啊，可能就是，就是怎么讲，硕士还是可能可以玩的、啊，有玩的话就在拍啊，当然就是有时间才拍嘛。那这个人说我是谁？那我们马上就点进去看看吧。充实啊，对，我忘记了，我现在地点是在。台中大学的这边校区的那个自修教室，自修教室现在没人，因为我们宿舍被霸占了。就应该说宿舍啊，别房的人因为跑来我们房间在那边玩桌游、玩游戏，导致我现在宿舍太多人，我不想在宿舍录，这样可能会怪怪的。那我就重试一下吧。好，这样就连进去了。他说我是谁我不知道，这个叫做 Shoylin， 看看，他是现居高雄市，来自高雄市。好了，目前我看到他的资讯就写到说他是从高雄来的，这边都有自己的简介，反正 FB 这种东西很公开的嘛，反正我只知道他是高雄市啊，上面有写到的，男性嘛 ，A 型嘛，恋爱对象是女性嘛，家人感情状况没有家庭，最后一个显示详细资料。喜爱的名人家具 KV2 要不要新交？关于兄弟，这个叫什么？你名字我不太会念的，抱歉。关于我，就简单讲好了。我除了是人还是人，顺便帮你造句耶。好，没有，没事，生活要事。总之呢 ，FB 这种东西不要放太隐秘的东西。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他所有朋友。好，大概介绍完了。有算回答你的问题吗？你是谁？我一直在上页，回去。Hello， 奇怪，怎么在干嘛？哎，抱歉，网络跑得有点慢。好啦，那接着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很少在开 IS？ 哦，因为我玩 K 爆玩习惯了，然后 K 爆一二炮一发的火力是390，穿透力也是175。那我开了 IS 之后就觉得说，他的分房等级高了一阶，觉得说，火力怎么没有很强的感觉？那这样算是有回答吧？因为我玩 K 爆多撞一二炮了，那再开 IS 就觉得感觉没什么劲了。可以拍游戏 EMS Beats 的玩法吗？游戏 EMS Beats 是一台好车哦。可是因为他那台车太变态了，就是隐蔽值好，然后跑得快，重点是转弯速度快，还可以甩尾啊，然后还配了一根90mm 炮，我伤害一发是244的，所以说他太变态了，变态到说我都不想玩这台车了，因为不想玩这么容易这么好的车。那大家如果去看我的资料，会发现我EOC玩得很烂，因为那时候我是新手。那天要跟大家说，我的那个数据上面看得出来，我其实没有玩得很强，因为以数据来讲，我玩这段时间的新手期实在太惨了。那我是之后有一段时间疯狂的看人家的影片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学，所以最近才会变得比较会玩一点。但是我还是可以跟各位观众说，我不是很强。对，一堆路人甲都比我强。那玩法一游戏哦，一游戏你就刚开场就冲出去外面跑一跑，看一下敌人大概的走向，然后接着就开始玩 TD 的玩法，自己去开光敌人，然后自己打，躲在草丛打，打完一发就退，打完一发就退，然后一游戏的隐蔽值非常的好，所以常常打的是不用打，人家是看不到你。那如果你好奇的话呢，你可以去找，找谁？我找看。如果你好奇一游戏怎么玩的话，可以去问这个人安华大华。
Dark Horse 啊，他的 ELC 玩到三组了哈，所以有兴趣 ELC 的话去找他，不要找我，因为我现在 ELC 已经卖掉了，然后哪台车用的比较顺手？目前不是 KV 八，因为我 KV 八已经很久没有玩了，就是目前比较顺手的就 AMX 十二 T， 然后还有最近刚打到二组的法国的五阶重型战车 G1B BDR 应该是 BDR G1B 啊，然后还有哪一条想看？还有自走炮是 AMX 十三 F 三，然后还有四号突击炮 Chrysler 二三阶的那台英国轻坦。大概就这些吧，那 K 爆因为最近比较少用就没有，但是你要玩我还是可以。然后 VK 三零零二 M 也很久没碰了，但是 VK 三零零二 M 我也是有打到二桌，所以顺手的话 VK 三零零二 M 应该还算顺手。最喜欢战车是哪一辆？目前哦，目前是 AM 跟是十二 T。说明一下，你最后那个有趣的生物报告写了什么啊？他是在问说，我这有趣的生物报告。如果各位有记得我有做这个影片的话，我的影片我记得有一个生物报告的，就是这个有趣的生物报告。那这个报告是在写什么呢？我把它留起来，好，等我找一下报告。我记得是生科报告二是吗？是僵尸的那一个吗？我记得是僵尸的那一个，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生科报告二。对，好，那我现在就来念给大家听吧。这是我的 Word 档，这是我的作业哦，大学的这个作业，雷霆僵尸公司计划书。那我用的是恶灵古堡，这个是不知道是恶灵古堡三还是四啊？我有点忘记，恶灵古堡三还是四的封面，好像是。好像是三吧，我不确定，我有点忘记了，抱歉。好，那要写报告者嘛，然后身科一，然后自己的学号，还要写自己的姓名，还要写英文哦，还要写自己英文名字。好，摘要：此计划书的内容包含本产品的病毒以及其宿主的大略资料，并且提及相关的僵尸生物案例。产品本身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的交互作用。这就是本人对僵尸生物的看法。前言：在自然环境下，许多生物本来就会去寄生别的生物，并且控制宿主的某些行为，例如狂犬病的病毒会让人变得怕水，并且想要咬人，将病毒传播出去。被真菌寄生，即将成为冬虫夏草的昆虫，会受真菌控制，跑到适合真菌繁殖的地方死亡。被藤壶寄生的螃蟹会失去生殖的欲望，并且照料藤壶的后代，因此是透过人为的方式生产僵尸，也是僵尸生物也不是做不到的事。僵尸生物能改善人的生活，例如僵尸由于是被控制的，因此要满足其基本生存条件就可以了，你可以不用给他薪水。他们可以从事比较有危险性的工作，比如或者是没人要做的工作，例如说处理未爆弹啊，上战场打仗，或者是居家服务，范围很广泛。就连做研究这类似僵尸生物，等一下我有点，我再重念一次，口齿有点不清，念错了。就连做研究这类看似僵尸生物无法进行的工作也可以，像是制造一个头脑非常聪明的人类，并且用病毒去感染他，病毒会让他头痛不已，定期给予他舒缓的药物。如果他不听话，不帮你做研究，完就停止那个药物攻击，他就会头痛，这样就是被逼着。这个感觉跟哪个有点像？《苍蓝钢铁战舰》这部动漫吗？里面有一个那个，那个女的叫什么？我忘记了。那个女的千彩儿童那个。好，材料方法：选用复制人为改善人类生活的僵尸，先制造又聪明又健康的复制人，然后用雷霆病毒感染他们，将他们变成雷霆僵尸。本公司将提供回收、健康检查、退货、意外理赔等售后服务。结果，这些病毒只会感染这些带有特殊基因的复制人，不会传染给人类。病毒会让宿主变得非常听主人的话，说什么就做什么，并且绝对忠诚。如果产生反抗的思想，病毒会释放毒素，让宿主痛苦不已。严重者将直接被病毒销毁，病毒还会
将各种人体极限的潜能发挥出来。宿主可以随时依需要分泌肾上腺素，并且必要时关闭某些感官，比如说他受伤的时候可以直接关闭痛觉，就不会痛这样子。使用时请注意，它毕竟大部分还算是人体，所以人类无法生存的环境，雷霆僵尸也无法生存，将会导致产品损毁。在正常状况下使用本产品，将能比一般人做事更有效率。讨论使用僵尸之后可能对人类造成道德伦理失常，僵尸病毒如果突变的话可能危害社会。本公司的雷霆僵尸是人造生物，如果他正常人生下孩子，后果是无从得知的。若僵尸生物合法化的话，这就代表说那个奴隶的资助就是可能再次回复了嘛，因为你就要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我认为僵尸算不算是一种生物要看种类，如果宿主已经死亡了之后再被另一样生物控制就不算，因新陈代谢已停止并且不会生长感应。如果宿主还有生命迹象时被操控的话，就算是他还有生命的时候就被操控，那就算是生物，因为新陈代谢还在进行并且会生长感应，因此还算是生物。为何没有说到繁殖？因为不能繁殖是后天因素，将一只狗结扎之后我们就不能说哦，它因为没有生殖能力所以它不是生物。不对啊，那是因为你把它结扎。然后就算有机会我也不愿意成为僵尸生物，因为僵尸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被控制。就算得到再强的能力，不自由无宁死。参考文献然后致谢，谢谢以往我看过的僵尸电影以及科幻片给我如此丰富的灵感来完成这项作业。好啊，有点长啊。有没有女朋友？目前是没有啦。然后那个大学的话，我是有打算要交女朋友的，真的有这个打算，但是目前是没有的。你为什么要加入 RWB 这个工会呢？就是 RWB 为什么要加入？我本来是对工会没有很多研究啦，然后是这个俊宇他邀请我，就是 Danny 他邀请我进入。当时我是被他一句话给那个一句话给感动了，是被他骗去了吗？我不知道。他就说，因为他觉得我是可造之材，所以想邀我进他们工会去变强。好啊，他当时是这样讲的。会不会开直播？我有开过直播。然后我开直播之前，我有在粉丝专页贴讯息。问题是我贴了讯息，然后又去开直播之后，没有人要看啊，根本就没有人去看啊，所以。因为没人看，所以我就没有开啊。那不然这样好了，那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回馈影片，知道我会开直播的话，以后我要开直播之前，我把讯息放在粉丝专页，如果想看的话就去看。有看到粉丝专页有这个通知的话，就可以点我那个连结去。大大建议哪国中坛好打、哦？这个我很难讲，我主要并不是玩中坛的。等等，我跟他说一下。妈，这是我在录影片。先别传讯息。啊，哪国中坛好打？我不喜欢国中坛，就是中坛的话，就是四号德国的四号 VK3002M， 然后还有哪一国中坛？我玩过那个英国版的雪漫嘛。那我想想看，哪一国中坛好玩？还有哪一国我玩过？法国没什么好讲的，我觉得。主要推荐的就是苏联跟德国吧。苏联德国的话，后面会比较坑，那个 BOSS 有人说蛮坑。反正就是建议是苏联，然后苏联中坛嘛，然后还有哪一国？我记得要看斯洛伐克也不错，斯洛伐克是一个新出的路线嘛。那斯洛伐克这个弹夹炮的这个中坛，我是觉得还不错。还有什么？中国的中型战车，这个我不确定，我只对于我讲过的。德国的话就是炮准嘛，反正中坛的建议我不太会给建议，我不是专玩中坛的。目前还有玩过什么中坛？我想啊，对，英国跟那个英国跟美国中坛还不错，尤其是美国的雪曼战车，美国的五阶中型战车 M 四雪曼，跑车一台。好，那下一个，请问你有拍别的 game 的打算吗？如果观众希望我拍什么 game， 像是我不是有那个
放一些手机游戏的那个嘛，那就是别的 game 啊。但如果你说要电脑的话，好啦，电脑的话再看看，有，我有这个打算，但是要等我 AMX12T 拼到三组再说。我目前哦在 AMX12T 在拼三组，所以比较忙一点啊。为何会想做 YouTuber 呢？为什么会想做 YouTuber？ 那时候我是高中二年级开始做，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就想说，因为自己那时候玩 K85， 人家都说装一百元炮比较好，我就偏不信，我就偏偏要装一元炮，我要当个很另类的人。然后我就玩，然后就哦打得不错，还有打到一排，然后我就是想说，那我就要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那这样子让大家看到一元炮其实也是，如果会用的话也是不错的，所以我就开始把它放到 YouTube 上面。然后接着我开始玩别的车，也觉得这样子我要不要干脆就把我的重心放 YouTube 频道重心就放成玩真的世界，只要安排就放上去干嘛的，所以就开始做 YouTuber 了。那我做 YouTuber 主要是要跟玩家做意见交换，比如说你觉得我这个影片哪边打得不好，你跟我讲，那我们在下面留言互相讨论一下。那如果是如果是说是赚钱的话，其实没有，我没有为了打算用 YouTuber 赚钱，那只是顺便捞的油水，那不能算是我主要要做 YouTuber 的原因哦。像是你看我目前，我最近才开始放广告嘛，那这个广告费其实各位可以看到真的非常的少，我直接点给大家看。资讯主页嘛，资讯主页这边有可以有很多资讯哦。来啦，来这边，您的收益这边是 7.56 是美元， 7.56 美元大概就差不多200多块钱而已啊，200多块钱其实也没什么，就少少的，反正就是就少少的，那不主要不是为了赚钱的，反正主要就是为了和观众讨论，增强自己的实力，然后顺便让一些新手看看怎么玩，然后他们也会一些留言会问问题嘛，那各位其实不一定有问题要找我。在我 YouTube 下面留言的很多观众都是经验老道的玩家，去问他们也可以，去问他们也可以，他们也会很乐意提供你们帮助。好，你对这本正常有什么看法？这是你在49订阅的时候看到问题，我知道这篇我刚刚这个我刚刚才看到而已，也就是不久之前。什么感想呢？日本重坛，怎么写成总啦？日本重坛就。它恐怖的地方虽然是说它的装甲炮车爱，这是一定的，就是自走炮很爱打日本炮车，因为太大台太好打了。那它恐怖的地方不是说它夺音，夺音的不是应该说它夺音也是它讨厌的地方。该怎么讲？你不要以为说日本重坦的打的方法就是大家一整群围上去踢他车边把他打爆，对，这是方法，这是一个方法没错。问题是。正常状况下，敌人根本不会让你这样玩啊！他有队友啊，你从他旁边要踢他侧面的时候，你就被远距离的驱逐给解决掉了，就被队友敌人的队友解决掉了。要打死日本重坦，最好的方法还是先把他的小跟班全部打爆，你先把他旁边那些你能打穿的先解决完，然后解决完之后，日本重坦被孤立了，你再把他打死，不然就真的只能等炮车打了。这是我的看法。目前我遇到日本重坦就是踢他，把他跟班打死之后，趁他不注意从他旁边冲过去。踢他，踢在他身边，他打不到你，因为他太高了，只能这样。那别人开了我一个玩笑啊！嘿，你有兴趣买我的本子吗？好，我要买。我问他多少钱，他说1000块，然后他还跟我说美金，干谁要买啊？然后我说就大概就这样了。爱必须知恩图报，我知道，所以我做了回馈影片呢、啊，就是大家爱我嘛，爱我的影片。好，就这样。好，那差不多，今天这个回馈影片的这个提供观众发问的问题的这个，我就解决到这边为止哦。好，那再次我口头告诉大家，感谢大家的订阅，真的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口头讲一下，好。那接着就是看结尾影片了。
A few moments later.